你先呢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第二把我才刚下来而已。他捡东西真的很慢耶。真的吗？你不喜欢慢的吗？没有，我是想要用滚轮的。哦，哦，你是专业吃鸡耶。啊，我刚刚收同一件。哭。他摔下去了。啊，不是，我也会啊。嗯，我是。等一下哦，我们要认真一下啊。我们待会去左边的检查机那边要吗？待会。我刚都还没有用到检查，我就死光了。我也是，没事没事。OK， 这边暂停一下，跟大家补充，我们刚刚所谓的检查机是什么？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生命延续的一个基地台。首先可以看到我们人物上面有一个颈环，然后上面会有时间的倒数。如果时间拖太久，然后也没有到检查机进行补充的话，你的颈环将会闪红灯。当时间归零的时候，你的颈环会自爆，然后人物就会被炸死。还有就是这部影片不是业配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台湾自制的吃鸡游戏。然后想说，身为台湾人，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本土游戏给大家。这样 ，OK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兄弟，你几岁啊？23。哦，刚还大四吗？大四吗？那我已经毕业了啦。哦，我升大四啊。嗯，我毕业两年。哎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哎，有人吗？你说有敌人吗？我们帮可乐乐，走走走，兄弟们。他们在躲。好，我跟你。兄弟在干哦。各位准备了，跟兄弟一起吃鸡了。靠北啊，这傻小怎么打开是厕所啊，哭啊。哭啊。不行了，我被看到了。他们。你那怎么会死掉？你死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没有，我现在。突然旁边就爆掉了。Q 啊，兄弟，你要不要等一下一起打一把？还很不适应，好奇怪啊！哇操！你他妈！还有一只。再拽啊！还有一只在二楼。下来了，在马路中间。再拽啊，兄弟！兄弟，你死了 ！QQ， 没事。你会加好友吗？不会。我也不会。等一下哦，你的 ID 是什么？可乐乐哦，你要等我一下吗？等一下，我出去邀你。那怎么玩呢？谢谢。我很快就死了，我很快就死。哦，有人哦，有人。哇！搞一个！那他那边一个。哦，这是我打倒那个，是不是？嗨 ，surprise mother 花科。他那边还有一个，死掉了。没了吗？所以我们这边没了吗？没了，三个都死了。OK。打几个？耶！又有人了！我操！在下面。我为了你，我冲出去了，不能让你等太久，兄弟！去你们！对不起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帮你，我没办法帮你，兄弟，很慌，哎！太离谱了！兄弟，我们出去互加一下。那我等一下可能会找一个。你要找你朋友来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对啊。男的吗？男的吗？没有。女的？对。啊，我比较喜欢男的。嗯。所以那个小姐姐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。哦，不是哦，就是朋友这样子。对啊，游戏里面认识的。哦，那她等一下要来吗？她应该不见了，等一下吧。没事。他不来正好打扰我们两个人这个谈情说爱，是不是？啊，没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那种谈情啦、啊，是这个哎、欸，就是兄弟玩游戏这样，哎，好玩。那你是玩什么？之前都玩什么？特战或是 Apex。
哦，也是射击类为主，是不是？大多数。哦，我也很喜欢射啊。嗯，也不习惯。我们有空可以这个约射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是那是你射我还是我射你啊？都可以。OK OK， 好，不能这个心照不宣啊，心照不宣。没办法用那个跳，我就觉得很难玩。哦哟，你喜欢那种 Apex 跑一跑可以滑步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 Apex 会很打十把会吃一把鸡吗？要看队友了。Apex 我总共玩大概30场吧，但有吃过两次鸡这样。哦，前面比较容易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前面蛮简单的，拿那个好像是散弹枪，然后决赛圈的时候轰两枪就赢了这样子。对啊，差不多。而且那些都会笨笨的，比较好打一点。哦，那你是翘翘的，是不是？是肥肥的。是肥肥的还是肥肥的？肥肥的哦，我是有一些地方有肥肥的。啊，我们是要去那个检查台了。对，我现在过去。好，你为什么偷笑啊？那边看，真的很难找人呢。这个看的不好看啊，这个阳光一直射进来啊，不太舒服啊。也很不好找人，很难找。兄弟，我们亮红灯啊，我们快爆了。需要保险认证卡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下面挖高啊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妈是、我们、啊、兄弟，我靠，被狙击了。我操，我反应太慢了。在山上，看我反应太慢了，我要帮你。抱歉抱歉，我看我反应这跟大便一样啊。靠杯啊！杀我队友！啊，那个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进在这里之后要干嘛？应该就是守点吧。啊！太多了吧！我刚刚反应太慢，我应该把你丢防护罩的。我的锅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